可以在树下乘凉聊天，分享彼此的心情之类的。希望借由这棵大树，就是具有一些可能坚强啊，或者是生生不息的意象，然后来传达给就是现在政府知道，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就是他们正视土地征收、福安征收的问题，然后希望他们重视农民的声音这样子。一开始就是开始注意到环境议题，然后环境议题渐渐的其实脱离不了就是跟他家有相关议题这样子，然后就是后来就是慢慢知道原来台湾土地征收非常的腐烂，我们现在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的话，之后可能就来不及了，所以就是希望不只是帮农民发声，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发声这样子。有，现在开始在种了。那个不是要进口卖比台湾卖便宜很多吗？是啊，现在进口也很贵，不还是比台湾种的便宜啊？是比台湾种的便宜，可是我们如果不把这块找回来，到时候如果真的国外种的都开始很贵很贵很贵的时候，嘿，咱都不会懂啊，那个时候才要来了，怎么？版本的修正草案提交给吴敦义吴院长，各位，把去年的承诺到目前为止做到了没有？没有。政府的版本提出来了没有？七月几号了？我忘记那个日期，结果他有排入议程，排入程序委员会，但是排入程序委员会以后，行政院的那个版本没有出来啊，没有办法要去审查。结果现在那个国民党的那个赵立云，他昨天在电视上有宣布说，限3个月以内，行政院要把这个版本提出来。但是他提不出来的时候，应当要利用民间的版本来修法，对不对？不能说一言再言啊，为了我们农地，为了我们老百姓的生存，为了国家的那个安全粮食来着想嘛，对不对？不能为了财团的利益嘛，对不对？Thank you.